两个年轻人靠宝特瓶钓鱼，有几个钓几条，四个小时竟大丰收。大家能想象用这些宝特瓶能抓到一堆鱼吗？这两个年轻人拥有一手好技巧，到底怎么一回事？让我们赶快看下去吧。两个年轻人到河边，先拿出好几个空的宝特瓶、钓鱼线及剪刀。图片来源：影片。接住拿出鱼钩来，准备要绑上钓鱼线。图片来源：影片。接住把瓶盖戳出两个洞药来，把线绑上。图片来源：影片。宝特瓶全都加工好之后，就要把它们全都放在河里啦。图片来源：影片。他们绑完之后竟然走了，难道这样真的可以钓到鱼吗？小编真的很怀疑。继续看下去才发现，我真的错得离谱啊。他们不止钓到鱼，还是大丰收啊，真的太厉害了。图片来源：影片。赶快看看他们钓鱼的神技巧吧。影片来源 YROTRAD